榕树下。Thank you.
新风趣哈，平易近人。同学给他一个昵称的外号叫“桃李小丸子”。梁老师跟大家挥挥手。好，接下来他们要表演的是《木棉道》。声音哦，所以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声音哦，吹得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